今年嗰個治安情況咧，喺國際排名啊排第四，排第四。我哋全球第四最安全城市，遠遠超過啲大都會倫敦啊、墨爾本啊、東京都已經落後咗我哋，墮後咗你已經。我哋係全世界第四最安全城市。我哋個治安情況咧，如果你係計犯罪嘅記錄嚟講咧，即係我事故嚟講咧，我哋1974年以嚟最低。这个警队是世界上一个难得的警队，但是始终无奈我们30000多个同事里面跟市民日日接触，不多不少都有些地方是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现的，所以正正就是有一个独立性的一个组织去监管它，而这个组织本身也是一个是正直不阿、不偏不倚、是公平公正、透明度高的一个叫做监警会，所以大家你们的努力我们是很欣赏，是高度肯定的。